人蜡像馆俗称全球名人的殿堂，能进入杜莎夫人蜡像馆是每个明星的梦想。近日，武汉杜莎夫人蜡像馆郑重邀请迪丽热巴入住杜莎夫人蜡像馆，粉丝沸腾了。下面的评论基本上已经炸锅了，我的天，这也太帅了吧！武汉杜莎夫人蜡像馆晒出邀请函，原来屋里迪丽热巴英文名叫 Diraba， 迪丽热巴太帅了，为迪丽热巴老师疯狂打 call。 随后迪丽热巴转发杜莎夫人蜡像馆的微博并评论，所以说冷巴来了，明年见，意味着明年就可以在武汉的杜莎夫人蜡像馆见到迪丽热巴的蜡像了。热巴说过，每个角色里都有我，但没有一个和我一样，我喜欢挑战不同的角色，这是我做演员的初衷，尝试不同的人生，以身外身做梦中梦。迪丽热巴入住杜莎夫人蜡像馆最大的悬念无疑是热巴将以哪身造型入住。曾经范冰冰以一身龙袍装在戛纳红毯大放异彩，于是以这身龙袍装入住了杜莎夫人蜡像馆。孙俪以一部《甄嬛传》火遍大江南北，随后以一身戏里的娘娘装入住了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所以《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造型很仙女，如果以这身造型入住绝对美翻了。目前正在热播的《情史》里人芈月欣的丽儿机灵古怪睿智霸气，如果以这身造型入住堪称可以和孙俪娘娘的《甄嬛传》媲美。所以关于蜡像造型有很多的猜测。然而有粉丝注意到，迪丽热巴在回应转发武汉杜莎夫人蜡像馆的微博时，不小心说到了冷巴来了，莫非这与蜡像的造型有关？一周前迪丽热巴全程冷酷脸被很多网友戏称为冷巴，莫非迪丽热巴暗示的冷巴来了其实就是暴露了蜡像造型就是走秀的这个造型。满满的青春活力，笑得自然，笑得开心，女神的气质遮都遮不住。据说赵薇到达当地后拍摄了一组户外写真，所以晒得有些黑。跟许晴同框时，赵薇的肤色明显比许晴黑了些。看完了上面的照片，是不是觉得除了许晴，赵薇还有不少的熟悉面孔呀？不少的网友留言说，这男的怎么有点像杨紫？那个男的不是杨紫吗？据悉，这些照片是2005年中国电影代表团去埃及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拍摄的。一起去参加电影节的除了许晴、赵薇，还有苗苗、石兰、杨紫、于东等人，所以看照片的男子像杨紫也不奇怪，因为那个人就是杨紫啦。